This is Chuan. This is my life story in 60 seconds in Mandarin. 我是出生在中国湖北省宜昌，然后它是非常，它的电力工业很有名。然后我周围的同学，还有我们的父母，还有祖父母，他们都在大坝以及相关的地方工作。所以说其实生活在那个城市有山有水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就我的人生来说的话，我也是非常很普通的完成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最后参加高考，但是因为高考非常的不太理想，然后没有想进入到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比如说建筑学，或者说还有一些人文的专业，所以说我后来就来到了英国，然后现在也是对自己非常的满意，然后也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所以说我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有时候会很想家，然后但是其实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所以说我觉得遇到很多事情，经历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有时候很想家，然后但是这边同学朋友也非常开心。我现在到英国